大家兄弟平安，今天是要跟大家做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患难中的勇猛。去年一年是很多事发生的年度，教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，咱的经济不断恶化，工作很难找，大阵大阵的青年人失业的困难中间，咱的社会看到很多假米假货当道，咱看到信任在崩盘，咱看到政客，咱看到奸商在中间里面，让咱感觉真正无奈。咱看到亲人失丧，咱看到同工流失，教会哈那亲像伫原地伫遐行，拢无转头就来行。咱有无力感，咱感觉真正需要上帝怜悯甲帮助。请做一个基督徒，所有当挖苦的其实嘛，敢那上帝念念。亲像诗歌所讲的，有当时我跋落深谷内底，你的话语保守我，你的恩典每一工教我教也我用。你会听慰于我，有当时我一个人伫遐伫行，你的话语就成做我的引带，你的手要擦干我的目屎，你要甲我揽咧，互我安慰。伫我绝望的时阵，你互我刚强壮大；伫我软弱的时阵，你互我困难；伫我孤单的时阵，要继续学着摇花，我要关声来唱哈利路亚。因为伫患难中，咱要持续来仰望；因为伫患难中，咱知上帝听咱，伊要除去咱所有的罪过，听咱的祈祷。伫死荫的山谷内底，咱要继续唱歌，因为咱相信伫俄罗内底，咱就有先进入了上帝的德性内底。咱的破病，咱的软弱，咱要坚定的意志，伫真正初残残忍的人世间，咱要经历到上帝无尽的怜悯。所以，咱作为宣告安尼讲，我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你是全能的君王，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伴，我的困难。我要阿乐耶和华，因为你是应耀的君王，所以我的心、我的灵要关声来唱哈利路亚，因为你乎我无低到失望。You never fail me， 永远拢是我患难中的恩望。